各位如果想欣赏刘老师的曲词写真33的作品，不妨可以在 YouTube 那里 search 曲词写真33，找到刘广乾的频道，就可以欣赏到刘老师的作品的了。好，大家好，焦点视频刘广乾随意讲的时间，荧光幕见到我们的刘广乾老师。大家好。老師，今集就很有趣，我看到你站起身，因為呢我們其實就準備就想邀請你做一件事OK？ 因為呢其實呢我們之前呢我都有看過一些你的影片，我知道呢老師呢就好得一手書法的OK？ 所以呢今次呢我想看看老師，也都是好像我們上一集說的嘛，好的東西要分享一下，是吧OK？咁老师你 OK 嘛，愿意嘛？好，多多指教。OK， 好啦，咁老师你可以